他事实上他喜欢的是男生，结果呢，我的孩子不幸福，他也害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不幸福。所以从最功利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今天是应该要去正视这些问题。但是看这种问题不只是只有功利的一面，事实上很多是后天造成的。我自己是学历史的，就看得到整个人类从以前从猴子变过来到现在，其实是越文明的社会有越多的标签告诉你什么是正常，什么是不正常，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失败。可是人就是人，他不应该有阶级的差别，他不应该有性别的差别，该有的权利义务大家一起共同分担，一起共同分享。各位亲爱的，我是恩恩妈。我们家恩是一个很幸福单纯的小孩。那他有多幸福单纯呢？就是他16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躺在沙发上，然后就告诉我：“我是同志哦。”然后他就出柜了。所以，当你们说同志要出柜很困难的时候，我一定可以懂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要出柜也很不容易。我们家恩他跟我出柜完之后，他就继续滑手机，然后在想说他待会是要吃小笼汤包，还是要去吃拉面。可是我真的哭了半年，因为我不晓得怎样子去面对这样的状况，可是我也不晓得我能不能做任何的改变。我一直希望可以这样子，那看起来好像是不行。对，所以我试着要去更了解恩恩的情况，所以我进入了咨询热线。这几年我也会参与一些活动，然后我也常常听到很多对同志攻击的一些言语。我其实心里最常想的是，当这些攻击的言语产生的时候，这些人有没有想过，这群同志孩子难道是从石头蹦出来的吗？他们也都是我们生的，你们也是有爸爸妈妈，然后你们都是我们的孩子。他的攻击如果是在这些孩子身上，其实也都是在我们这些父母的身上。所以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我们其实可以抗议，我们也可以哭泣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哭了半年多。不过我在想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很开心的去面对这样子的情况，不是吗？